欢迎继续收看《开播大中华新闻》。进入秋冬，嘛是心血管疾病复发的季节。鹿港东区呼伦社特别在鹿港体育场的头前举办着关怀活动，和不少民众拢踊跃前往热心关怀。活动结束了后，嘛来募集着602个血液，和活动是进行中。关怀一地，救人一命。鹿港东区呼伦社长期来投入真多公益活动，每年嘛都会固定举办关怀活动，希望帮助有需要民众。今天是我们鹿港东区社哈第18届的捐血活动啊、我们本社从2006年哈、开始办捐血哈、到今年一共累计了3329位捐血者。那一共呢捐了4840袋的血，在这里要感谢我们历任的社长及我们的捐血主委及我们的社友及美丽夫人，大家共同参与，还有我们更多的社友很热烈的捐助，很多物资跟金额来赞助这次的活动，特别借这个机会来感谢各位啊，希望大家一起来做爱心，一起做捐血，来救助社会需要的朋友。给他一个健康的机会。为了回馈关怀民众爱心，呼伦社阁特别准备了真侪礼品来送予关怀民众，希望这次各地民众做回来关怀做人。好，今天是我们鹿港东区呼伦社的捐血日，那长年以来呢，那个鹿港东区呼伦社都有举办这个捐血的活动，那准备了非常丰富的礼品，要号召大家一起来做善事哦。那每年呢，都大概是400多包的数量，今年我们的目标是冲向500包。然后呢，刚刚在车上还看到一个第一次捐血的，我觉得应该鼓励一下，就是有些人会害怕，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就是鼓励大家今天一起来捐血，谢谢。关怀活动吸引真侪民众热情参与，两台关怀车总共是来收到602袋的血液，活动会当恭喜真成功。多张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